你想要几抽？好炫炮的 ID， 你是要抽到为止吗？还是我先把你的书签抽完就好？没关系，抽到有哇，原来是干爹呢。OK， 五四八七，来，会不会第一抽就中呢？说不定第一抽就中了呢。没有，Sorry， 我是不是要叫我们家的小狗狗来帮你点一下？哦哦哦哦，第三抽，角色要出现了吗？啊，是神器，刚刚卡了一下，吓我一跳，结果没有出现小人。刚刚卡一下，大家有看到吗？我以为是五星，哇，可惜不是五星了。哦，金光很多哦，不错不错不错，是不是中了？是不是中了？角色。啊，不是五星。你四星角色里面有什么想要的吗？说不定今天会抽到。没有，越抽压力越大。代抽就是这样啊。其实我觉得，我之前玩另外游戏帮别人代抽的时候，我都会抽不到想要的角色，或者是很晚才抽到，我都会觉得很抱歉。哇，又是四星，我去叫我的 Dexter 来，他不在家、啊，我的房客好像把他带出去在后院了，压力山大，好笑 ，Come on， 来吧来吧，莉莉亚斯，是要叫他大姐还是叫他大妈？我第一次叫他大妈，他就出了呢，是不是大妈？角色没有小人，不过你的金光出现的几率还挺高的嘛，是要抽到满阵型吗？原来如此，我现在绑架你的账号了，帮你抽到满阵型好不好？钻石全部花光光。Hello， 欢迎欢迎啊，好久不见。很久没有看到你在我影片下面留言了。现在几抽了？十七抽嘛，十七抽有四个还是三个？四星。哦，有来了，来了来了，快点 ，Come on， 二十抽，像刚刚一样，二十抽要出现了吗？角色没有小人。不是暗兔啦，是冰兔呢。欸，如果你要换频道的话，账号组，如果你要换频道的话，可以在这边跟我讲一下。金光真的很多耶 ！Come on， 来，莉莉丝啊，啊，莉莉亚斯，完蛋，我念错名字，完蛋了，念错名字，他不会出现。你来吧！啊哈哈，因为很多游戏都有莉莉丝这个角色，你不觉得吗？账号组的灵压越来越低了，不会的，干爹他还有三万钻石，我们等一下直接把三万钻石全部拿去换书签。角色呢？波都是四星。西德，我账号也想要说，我本来的账号还没有满正型，现在不用遮了，因为在上个月吧，还是两个月前，那个卡卡小编有私讯密我说现在可以代抽了，他们的公司政策有改啦。那既然高层发话，现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个。干爹现在都不发话了，也完蛋了。干爹现在脸很沉重，奶奶的影子拿我账号乱花我的书钱。哦，干爹发话了。
看现在坐在窗户上面什么东西。等一下，可不可以看你的那个牛棚啊？看一下你的仓库。我想大家应该都蛮好奇你的角色的，看干爹的阵容。莉莉亚斯，有可能哦。啊，没有。怎么又是你啊？等一下，我刚刚自己抽的时候也一直抽到这只角色，现在是这只角色加倍，对不对？那个男人，诺曼 up， 还有78抽啊， 78抽才保底，完蛋，我以后都不会有人找我代抽了，运气不是很好。我之前神域召唤也是，就是有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人，那我现实生活中也不认识他，可是在游戏中常常聊天，那他都会出资很多。然后呢，都会叫我帮他代抽，但是我每次帮他代抽运气都很差，但他自己抽的时候运气也很差，所以呢，他喂喂喂，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好奇怪，你现在听得到吗？有了，反而游戏的声音没了耶。今天发很重，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出。好，那我重开一下模拟器好了。因为我刚刚把喇叭拔掉再插上去，所以可能现在有点问题。干爹气噗噗的关掉我的麦，太好笑了吧？哪有可能的？大凶之兆，不用这样子爬、啊，有没有那么可怕、啊？哦，你来了 ，Dexter， 你要帮我点吗？来，坐下 ，sit。No，not plus，sit， come on。来，让他点。来 ，give me your hand， 来 ，come on，Dexter 第一抽，三星，好，给你吃一个 ，good boy。我让 Dex 抽三抽就好了。再来 ，Give me your hand，Give me your hand，Come on，Good boy。第二抽三星，好像运气也没有很好哦。Good boy，Sit。第三抽 ，Give me your hand，Give me your hand。啊，都三金啦 ，Sorry。好吧，再给你一片，好吧。Good boy。OK， up， go up。好啦 ，Dexter 三抽，三金。没了，够了，你吃够了 ，OK？ 嗯 ，What's up？ 还来 ？What's up？You had enough, did you? You ate breakfast, now you ate snack, and then you will have dinner. 嗯 ，Yeah？ 你再给我手没有用啊！你吃很多了，你嗯？哦哦哦哦哦，来了吗，莉莉亚斯？死神器，狗狗刚刚在跟房客在后院玩啊。既然他在这边，那我就这样子给大家看好了。他走掉了，没吃的就走掉，真现实。他是听德文的，那他刚到我们家，差不多才一个多月吧。然后我现在在教他英文，中文他可能听不太懂，我觉得他中文应该是不太懂。我先教他英文了，他在叫，是有人吗？大家等一下哦，我去看一下他在叫什么。没什么，他只是想要出去。
他才刚玩完又想要出去，哇，一直没抽到哎、欸，还有64抽，所以大概抽了一半，快要一半了。你要不要换频道，干爹？等一下我看一下，现在是，对啊，频道没有换。那我就到8888吧。一直没出 ，Come on！ 我、来了啦 ，Please，Please，Come on！ 莉亚斯大妈，啊，又是神器哦，又是四星哦。至少也给个五星嘛，我真的觉得压力山大。我发现我刚刚那个保底，然后加上十日抽月光抽，已经把业障都消掉了，好像还没有消完。完蛋了，完蛋了！看别，你怎么样？干嘛？又想出去玩？嗯？剩53抽，我不会德文啊，我德文只听得懂一点点，非常少，就可能只会说早安啊、午安那些的，但是不会沟通啊，我德文不行。来了啦 ，please。抽很久了，五星啦！小人 ，nice， 耶、yeah! ！出了，没有保底。I'm Lilius of the Pelusia family. I'm sure you've heard of us. I know you. Saw you many times already. 所以几抽？刚刚有人算吗？我知道大概是70抽左右了，77哦。你要不要连光安也一起抽？你 OK， 我 OK 啊。等一下我先看你的。我先看你的牛棚，然后我帮你把关暗抽抽掉。哦，暗肯第一个就看到了。我们先来看，Great。所以你月光五星就暗肯一只，有暗罗记。哦，暗罗飞，光骑士。嗯，所以你光暗五星还蛮缺的哦。有的不多，来，所以这是一抽，第一抽啊，三星，这个压力才会大，你知道，光暗抽是存很久很久很久的，第二抽完蛋了，我的光暗很稳，才怪，我的光暗抽很稳，应该是稳三星吧。Oh shit！ 啊，完蛋了！三金连续三只，四只，哦哦，五只，哦来了啦！是不是五星呢？四星，四星，你缺谁呀、啊？光王子，现在很少人在用了，继续跳了。哈，干爹！哎呦，连续按，连续有光出现，你看，而且有图鉴哦，有增加图鉴，表示这只你没有的，对不对？谁啊？暗拉兹、欸，哎，暗拉兹很强哎、欸，不错喽。Nice， 而且是你本来没有的，很棒啊！你看干爹说谢谢了，不过不用客气，只要请我吃三顿饭就 OK 了，不是一顿，不是两顿，是三顿哦。还有四抽。干爹跳下去又跳上来，你是超人吗？还有三抽，
知道会不会有五星呢？哦，又有光，哇塞！怎么觉得帮别人抽会比较欧呢？是五星吗？不是，你有没有按兔啊？暗熊，暗熊也后期是好用，可是你有了，所以这个就等于抽到木系的一样。又光，哇！五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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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星。你也缺暗兔哦。哎，这只你有了，这只我的账号反而没有呢。不过这只也还好。最后一抽了，会不会有光呢？又有光，哇塞！暗兔暗兔暗兔，或者是五星都可以，来吧。四星，是不是暗兔呢？光雅敏，哦，你有了。光雅敏也是很强，今天都抽到很强的，但是大部分你都有。不过我觉得有一只暗拉兹，我觉得就很值了啦。不错啦，今天帮别人代抽，感觉运气 OK 的。莉莉亚斯也没有抽到保底才中，然后月光抽算还 OK， 至少有一只你想要的。商店还可以买一抽，你要再一抽哦？真的假的？好了好了，再一抽，会不会有光呢？哇，没有 ，sorry， 最后一抽没有光。好，那我要登出你的账号啦。直播也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收看啦。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一个赞哦。那我会把这个影片剪接到 YouTube 上面，我可能会分两集，因为这一集有点长，我应该会分成两集。那我们下次再见，各位再见，拜拜。